听到听听到爸语。非常为青少年主席哈，那在当年，咱今年中华队的最上的秀男篮球，都特别受关注。所以咱们的第一轮就是这个进行的淘汰。首先是来代表咱的中华队为本地运动队的队员，咱的国牌中华队标以及咱所有选手队员，把咱的所有目标，把咱的一项庆祝共同来完成。英雄队先发篮球，表现出球，足球之大力哈。咱当时来讲呢，咱当时完成足球，以前正是咱的迄个当时完成串球的哈，但是来咱足球啊，全部代表哈，一定咱的英雄啊，咱的英雄的光华，还有咱所有啊，咱在神奇。也没有关系，谢谢啊。Thank you.
要是我，你为边境传法力，你为永久把法力。
可归。圣诞所闻，呼吁得定规律，广培人风占万物。圣温互动宾师，诸位何分心？今古台湾圣福人官何伟镇梁太玉1577号，无温地主应将管理员会主任委员林明明、副主任委员林昭秋、英语副主任委员吴定平、总务总干事。林文鼎、常务干事苏平、公关组组长陈兆海、副组长林天福、总务组组长陈明胜、副组长廖崇义、民务组组长谢元峰、副组长林水敏、民务组组长戴国荣、副组长张忠武、前事组组长刘一平、副组长王宝兴、义工陈新、副组长林素金。文宣组组长王友廷、副组长吴岳忠、祭典组组长陈建元、副组长杨三元、财务组组长林元良、副组长黄富兴、干事李翔、陈炳宏、委员李刚、廖学忠、分议会陈富基，这名代表陈明胜、李长戴国华、老人会会长林文贤、上帝公路主林志明。副路主黄新发，妈祖红大路主黄秀，副路主蔡明基，社平安路主会路主黄春端，副路主李文天，台头家众神神人等，恭祝北极之味先天上帝圣诞万寿无疆，恭维北极之味先天上帝之之间尊正法。全然告诉制度重新天元祖师武曲分灵82外立福模型做修复像又复大声功夫之中超发幽灵消灾救劫释福恩灵民族正义感激地灵三元总管主张分灵玉体思想又加公分恭逢圣诞双福相亲，对怀圣德，努力民主，主甘主为成，恭祝香花果品所在缘，恭敬佛祖，恭送家己，了现之故，祝定地果，敬献奉神，天机动情，道合应用，天赋相闻，天情就记着，上妙道法，除妖除怪。地力显现，宿命应占，圣德之气，太极之源，但地的根源，多多相亲，前上造景，保佑重生，秋下殿下，秋风殿下，北海江春，
定期温江万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度英国，地道下乡，物日增辉，法轮相转，十方善友，正业福田，法界众生，同年积地，祝寿以后，香烟鼎盛，合境老幼，四时无灾，八珍有情，凡有所求，万事如意，合境平安，大降吉祥，有所敬拜，依文岁数，丁酉年三月初三日，应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命台中先生温香叩拜上亲。开着来自天心水为自己